上礼拜我们有介绍的 3DCH 包括了我们在这边，你看在这里，对不对？哎，不是这个，这里。好，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家更清楚那个投影机的工具，对不对？好，那其实呢，我们在 3DCH 里面，我们上礼拜也介绍了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哪一个东西？从那个角落这三个。有没有记不记得这两边这个怎么弄？它可以暂时把它隐藏起来，对吧？好，你可以暂时隐藏起来的话，我就可以去打到里面的。那也利用这样的功能呢，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齁，我后面还有一些齁，我先从这边这个，好，这个教材进来给各位看一看，果汁来啦，姐姐哇，这里还凸出来一点点。好，那这里最主要是让各位知道，我们在 3D 显示不同的颜色，它就会视为不同的物件。那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特点，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选东西，我要选的话，我只要给它不同颜色之后，我要选，要做都很 OK。那在 3DCH 里面，它还有一些特性哈。来，你看了哈，我现在先用一个空白的。好，那我往后退一点。好，这里。那么我现在呢，从这边，我先把它用不同颜色好，好，先把它倒游系统，我来换成这个。好，这样有了，对不对？哎。那么你看，我从这边再增加，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有从这里，有从这个地方增加预设的那个遥控器那边啊，你可以把它关掉了，从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些基本的形状，你可以从外部载入进来，如果你去外面呢找的模型，也可以从这边。那我现在很单纯的，我先拿一颗球好了，好。球进来了，但是它跑到里面去了，我就移动咯，用这个移动工具。好，我滑到它身上，有没有？啊，你出来，出来，出来，给我出来。好，像这样子。好，那我先打个勾，因为它现在也是这样的颜色，也是这样的颜色。来，好，在这里，但是你稍微留意一下，当我把它移到外面去的时候，我如果移到这样子。没有错，已经很开了，对不对？但是当我打个勾的时候，他问我一个问题哦，你们以后也会遇到这样子。他问你说，哎，请问你现在的工作区比较小，好，因为你这个一拉出去后会超过你的工作区，你想不想要扩充你的这个工作区？这样了解？好，如果你在这边要取消，那刚刚那个动作就没有了。你按确定之后，你要留意一个地方。你看我的工作区，因为我们刚刚这个是64mm，所以呢，我的长宽高就是64。当我按下确定之后，这个数字会改变哦。来，有没有发现不一样了？现在变成128了。所以虽然你看起来好像它变小了，可是事实上不是它变小，是什么？我的。我的画布变大了，我的东西因为画布是一样大，所以看起来长得一样，这样了解吗？好，那所以我再拉出来一点点，好，最后打个勾，好，确定，还不够吗？好吧，进来一点，我们那个矩形不见了，好，来 ，OK， 好，像这样，你看我现在做了两次就跟256了。那我现在呢，再加一个，好，再加一个矩形进来，好，我把它缩小一点 ，OK， 好，现在没有超过就没问题啦。那我要给各位看，我就是给它不一样的颜色哈，来，我们试看看，好，那这两个呢，当我放在外面的时候，两个是相安无事，可是你想看看哦，你知道什么叫做？那个月亮咬一口吗？
啊，你不知道台湾不是台中有一个叫做月亮咬一口的那个面包店吗？还蛮有名的、啊。你看我这样球有没有砍在里面？有，对不对？好，那各位，我确定哦，我在外面点一下哦。好了，现在球砍在里面，看起来像这样。现在我把它拿出来，好，一样用这个工具哦，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箭头嘛，移动工具来点到它。好，现在我把它拿出来，各位，等一下，有没有被咬一口了？这样你了解了吗？因为我两个是不同颜色，所以虽然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很 OK， 但是你只要拿开，你就会发现它会被怎么样清掉了。可是一直强调一定要不同颜色哦。你如果是同颜色一套进去，它两个就好像我们那个选取区哦，加选这样的概念，两个就会结合在一起。所以你看，我现在再加一个哦，用这个颜色，如果我加一个，好，这个加一个球，好，你看一下，我现在有一颗球，但是呢，这一颗我要小一点，然后把它移来外面一点，好，然后再缩小一点，好了 ，OK， 因为我现在跟它同一个颜色，所以当我打个勾，哎，不见了，哎，可恶可恶。好，还我一个，哎，不见了。好，给我一颗球。好的，假设这样，然后把它移出来一点。OK， 这样真的有在这里。好，那你看我打个勾，现在在这里对不对？可是因为我刚刚跟它是同一个颜色，所以我现在点到它，有没有？就它们就合在一起了。所以你要会善用不同颜色，这样子的话呢，不管你是要做就是咬掉别人的，好，或者是要结合在一起的都 OK， 好，但是你同一个颜色就很抱歉，只要碰到的两个就会变成一体了，这比较特殊一点，哎，比较不一样哈，跟我们一般在用那个其他软体比较不一样，所以你知道我的这个范例其实就是这样的概念。你可以从里面，也可以从外面找一些模型进来，那我会把它丢进来，但是记得一定要给它不同的颜色。哦，你这样的话呢，组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做很多。那这个樱桃的就是来自外部的，所以如果你想要从外面找模型，可不可以？可以的。你看我找的是这个樱桃，你家，那我就可以从这边去下载。其实外面的那个 3D 模型还蛮多的。好，那就可以像这样把它丢进来。那至于说像这种镂空的杯子，就是两个一大一小叠在一起，然后怎么样，一剪掉就有了。这个、啊，这个、啊，所以如果你想做杯子造型的，你就是在这边。好，这里我拿掉啦，点到它，剪掉，这样也 OK 哈。哎、欸，你就可以自己试看看两个三角形，它这里好像没有那一种的，对不对？那你就是用这个，你看这样有没有一个？那你再一个这样子，再另外一个是可以接在一起，有下就有上嘛。好，那你就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或者你要做那个叫做那个冰淇淋的那个有没有？冰淇淋那个叫做什么？饼干杯。好，甜甜筒。好，哎、欸，你可以像这样子先做一个，然后再一个，但是记得要不同颜色，然后缩小一点，照在里面是不是就可以把外面啊、里面的那个挖出来？好，你看我们先打个勾，这样有一个，这样就一个了。那如果说你偷懒，其实我可以直接用复制的就可以了，点到它。你看这里有没有复制？复制一个。好，那我先移动它一下，因为我希望给它不一样的颜色，这样是有不一样的。哦，好，打个勾，先扩张一下没关系。好，在这里，好，打个勾，
先确认一下，有的，然后我们就来给它不一样的颜色。这里油漆桶，好，给它白色的，好了哈，倒下去 ，OK， 好，靠近一点，靠近一点。那这一颗要怎么样？小颗一点，所以又回到箭头了。所以你会发现，我后面的操作，我就把它当一般的 3D 软体在操作了，哦，就不像以前这么客气喽。啊，我来缩小一点哦，缩小一点。好，然后来移动一下，拉拉拉拉过来，把它叠在一起。但是各位，你在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在视角上看起来叠在一起，可是这样有没有发现？没有，没关系，你就换个角度，哎，再拉一下，你再确认一下。哦，这样太低了，对不对？好，再从这边上来一点，这样会不会组合了？好，你自己记得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看，哎，这样可以的吧？可以的，没问题的，我就怎么样，就把它点在旁边一下哈，就是你点空白的这种地方，就代表签名盖章了，打勾的意思。好，你看点一下，好啦，两个结合在一起喽，所以我只要点到它，按一下，嘎勾，有没有就挖一个洞了？这样 ，OK 吗？所以你可以玩玩看。现在呢，你就是有基本的工具，但是想办法去做出你的造型。你可以转方向啦，打洞啦，比如说我这里要打好几个洞，会喷水，可以吗？对不对？你就自己想办法。我可不可以拿那个矩形的，就是那个柱子柱状的，也可以啊。戳一个洞有没有？哎，所以你可以有很多想象。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线上服务很有意思的地方。虽然看起来它的工具不多，可是呢，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你哎多思考一下。来来来，哎，你要切回去你的画面。对，我第一次看到有同学做纸袋。有没有纸胶带？我没有想过用这个可以做纸胶带，所以他这位同学头脑很好，就是记忆力比较差一点而已。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他很有创意啊，对不对？好，好啦，就是坐在这里的这一位有没有 ？OK， 好，啊，所以其实你们可以假设像他这样子做好了。我可不可以分享出来？可以啊，我只要把网址给别人，好，或者是我们分享的时候变成 HTML 都可以的，好，所以不一定只有 3D 列印，好不好？ 3D search 我们讲过，你也可以在萤幕上做分享，好，也是很好的啊。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咯。好，来这里哈。所以你们有空就是玩一玩，像你看我做好了，我就把它放在这里，有没有？就砍入到网页里面，对不对？我不见得有印出来啊。然后呢，如果你想要就是落印，用落印的方式也可以。我这边有刚刚有看到一个同学是这样，那我给各位看一下哈。它是用一个形状的，好，用一个形状的。比如说我去找，哎，对，我顺便补充一下好了，我这边开一个新的哈，开一个新的。我们上次有介绍那个叫做什么投影机嘛，好，我们用图片去做。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中文字的话，你在这边直接打字，因为我们浏览器本身预设的字型就是什么，就是星系谜题，所以用这样效果比较差。除非你来这里改变，把你网页的预设的字型改成特殊字型，那你就可以直接打字进来。好，那它就会变，比如说黑体啦，或一些特殊字。但是呢，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好，你可以从这边
比如说我在这里，比如说你有一个 Word 档啊，或 PowerPoint 啊，都可以。你看我们在这边，如果我有一个 PowerPoint 好了，那我就把那个字打出来，然后呢，用抓图的方式，可不可以？可以吧？对不对？好，那这里呢，我就在这边。你说要打一个，好，我们这样 3D Slash 好了。3D Slash 不用，我打中文的哈。好，那你像这样子这个字型当然不 OK， 所以我就来改，改比较粗的。我们里面好像没有什么比较粗的，糟糕了。有，好，有一些粗体的，有没有？那你设定好适当的大小，我可不可以用抓图的？可以啊，我把这一个把它框起来，好，我就截图把它存起来，存成一张图。那我拿到这边来，你看我现在一样开一个这一种的，把我的投影机打开，那我从这一面我就选图咯，然后从这里把我的图片传上去，只不过我的图是黑白的，所以很单纯，有没有印章？点下去，好，你看我按一下 OK， 进来了，这样可不可以导出中文字？是不是一样可以？好，所以如果说你要做这样子，那我用这样来挖，是不是也 OK？这样我中文字就很 OK 了，但是你要留意，如果你的笔画比较复杂的，可能就不能用这么粗的字了。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顺便补充一下。那这里呢，我们上次在看这个投影机的时候，有两个网站，你也可以参考。如果你真的就是想要那种我们一般用的印章的那种字型，我们下面这里有两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一个是改读宝，一个是墨方，这个都是对岸的，就是如果你需要真的像我们真正刻印章会用到的字型，这两个都还蛮方便的。那墨方这一块它是更有弹性，改读宝是简单，那墨方的话呢，它是你可以选择很多不一样的，那你待会呢下载下来的图片就是长这样子，就是长这样子，那点进去都可以改成自己的字哦，你看清代科篆刻的，像这一种的，点下去有没有？你可以自己改哦，你看这个字你可以自己组合哦，在这边，你可以自己输入你的字，你看我们现在有两个文字图层，所以你点到它。有没有？原来这个叫周，所以你就换一下。比如说我要用零，好，我们看看零，然后这里东，但是字型的部分就要看一下了哈。字型这里好像没有适合的。好，那你看它的排列组合有没有？它可以有不同的排列哦，在这边，闽东 ，OK， 那个字型我记得这里有，好有有没有？轻松手写体，这台湾的，全字库，这个就是一些书法名家的，这样了解了吗？好，所以你可以找找看，你觉得。哪一个字型比较 OK 的，像这个手写体就有，那你就可以这样做好之后，你打的时候就会打出这样的形状来，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这里直接下载有没有？300×300直接下载成图片，我们就可以打出来哦，这样有没有了解了？所以我们又再把这个又延伸一下，那如果说
哦，刚刚同学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想法的，就是在这边，在这里，哦，比如说你要有一个爱心，哦，类似像这样子的，好，来看一下 ，OK， 我先还原，好，来，我们回到这里，这里我不要了，我来打字。好，我用比较粗一点的。欸，我不知道特殊字它能不能表情符号能不能打进去。好，有，你看有一个爱心，有没有？所以你用表情符号也可以耶。这样子是不是你也可以投影？对不对？好，那如果说你从外面找的模型就本身就是一个爱心，当然也 OK 啊。欸，也是 OK 的齁。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对，我们可以玩的东西好多哦。哎，我先用这个好了哈，爱心，我先敲成这样子。那我把这个外面的，好，等一下，我要敲外面的。好，这样。然后呢 ，OK 的哦。那我把这个爱心稍微变小一点，有没有？我们用箭头工具。点到它，好，我要缩小就是这个，哎，找到对的方向，因为这样太厚了，对不对？缩小一点，好，点旁边表示确定了，它就帮你真正算出来。哦，我的爱心有这样。那如果呢，我想要用一个圆圆的，好，再增加一个，这里，好，我要当一个底，好，当一个底 ，OK， 在这里。好，但是 OK， 两个现在在一起，我让它稍微移开一下。好，移动工具，好，移动过来，然后大小缩小一下。好，欸，现在你只要有看到旁边有这个，就表示你现在放的位置会超过它现在工作区。好，所以我稍微把它再移进来一点，用移动工具往里面一点，有没有？这样就放进来了。好，这样可以了哦。那我需要转一个方向，我想要跟这个心一样哈。哎，好，没关系，我先把它确定。那我给它换不同的颜色。好，用白的，好的。哎，啊，不用不用，用黄的。然后这个油漆桶倒一下，有的。好。那么现在呢，我把这个爱心转个方向，这里，好，我让它转成放在上面的，哎，这样子，有没有 ？OK， 好，往上移动，移动工具，移动工具，你看我好像操作很熟，其实没有啦，我只是就是转来转去，我会用不同的角度看一看而已。好，不同角度看一看，所以你可以移过来。好，那我稍微把它工作区再变大一点点哦，我故意放外面，在旁边点一下，有没有出现这个？确定。好，这样确定了哈。那我现在这个呢？我现在点到这个圆柱的，好，把它放大一点。好，因为我待会呢，希望我们的爱心可以在这里刻出一个。爱心的凹陷，好，那所以我就准备了哦，好，下来一点，好，然后呢，待会我拿过来一点，有没有像这样子？好，但是这样太旁边，我进来一点，好，再看一下，哎，先拿过来，我先放下来一点，好的，好，因为这个我要爱心，我要把它放过来一点。点到它，哎，过来过来，有没有？这样子，哎，确认一下哦。哦，你现在会看到不同颜色，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投影哦。先不用理它，没关系。好，放下来，放下来，确认，有没有？这样我的爱心就可以打在这里了，像这样子。那我把我的那个底，我先拿上来好了哈，先放上来一下。我把下面这个。我把投影机先关掉，投影机先暂时不要打开，
但你不要不用混摇。第二个，这个的厚度我把它变薄一点，这里变薄一点，这样有感觉了哈。所以你们有没有去外面看做那个有些地方都会有那个类似盖印章的那一种，对不对？但是是用那个铁做的哈。好，现在我点到它，我把它往下移动，好，放到它上面哦。OK， 那当我在旁边按一下，好的，那我只要拿出来，你应该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吧？拿出来，有没有盖一个爱心在上面的？这样有看到了吗？对不对？前提就是跟我刚刚讲一样，我们要拿什么不同的颜色？你拿不同的颜色，你就可以像这样玩。好，我只要碰到谁，谁就凹一个洞。哎、欸，你要咬一口，咬一口。哦，像那个乳酪这样子也 OK 啊。所以如果没问题，就可以像这样玩一下。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对不对？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